选票，咱大家啊，同齐出声啊，来，念出咱的信念。人啊，伊把支持你，什么时候？摇花爱你，什么？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形。你家属也将对负责。圣诗，咱大家一个吟。天中的上帝，非常感谢你这段时间你的眷顾，你的恩赐，还大家让继续在这个台中公园，你所想说这美丽这个所在，还当三角组织在这个所在敬拜你，尤其在这特别，所以啊，我们讲的这个疫情恐慌的时阵，还出来还告诉这些弟兄们。大家都可以平安地度过这疫情，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大家都快快乐乐在这来吟诗唱歌，能听到牧师对我们公道义理传来这信心，我们真的感谢你。尤其就最近我们讲台湾的各个这个我们讲这新年好古年会，我们台湾人都很欢喜要来迎新上街，这个过年马上就是讲，我有这个假期，长期的假期，尤其我有真侪亲戚朋友，伊国外要倒转来，因就中弄着坐了这长途的这个飞机，我五老二人保守看顾，照顾因一路平安来转来到我的家乡，啊，厝内底人同齐来过这个所谓新的年，新的一度的
拄好一边的这个年，我非常感谢你，你赏赐我这美丽这个台湾这个都市。但是最近国际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有一个派出兵，中国共产党这个主政者，不但在国内，因国内欺负因的老百姓，甚至你看亲蒙大火，欺负到周边这些国家。咱台湾人，我相信，伫咧哪吒上、哪吒下，咱一定我都坚强的站起来。看过咱台湾的国家，我咱祈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大家同齐出声，话来引读了。这个，我虽然传了这段圣经，记载非常必须，三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咱大家同齐啊出声来读。十二，阿尼。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达到目标。我一直唔忙，得到信。其实基督耶稣已经得到我。十三，兄弟姊妹，我都是家己已经得到，我只有专心一行，就是为得到后面的事。打拼追求头前的事，就是向目标就是行，为着要得到信，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叫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话命，就无。所以咱中间行事的人，就想轻缓缓的想法。人中间有八款的想法，上帝也将这个想法甲恁指示，就啦。无论安怎，咱就照已经做过来咯，就前进。刷只咱很细，请阿莲是姊妹，有人锻炼啊。哎，各位姐妹们欢迎，文明呢？啊，留下来啊，阿六。
谢啊，那是因为锻炼这西瓜班，那有力的这个啊，很喜欢吸，刷脚，嗯，听牧师的信息，标杆的人生 ，Part 3第三讲。咱当今来祈祷，赐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予阮会当聚集做一伙。阮伫你的厅中间，阮真做一家人，予阮会当领受上帝你的同在，甲你的保护，予阮会当经过啊旧的年，渐渐进入伫农历新的年的中间。阮感谢你，伫旧的年，你望有济济遮的苦难。疫情啊，在这个中间咧搅扰，还佫你用你的腿、你的拐来安慰、扶持阮。阮虽然经过深的山谷，也无拄到灾害，所以阮伫你的面前要献上阮的懊恼，献上阮的感谢，也要佫一遍伫主你的面前谦卑，认为你的话来领受上帝你对顶面来的教示，互阮会当。尽跑道的道路，通得到对顶面来调换来的画面，所以将阮的时间交托主，求主你将你的智慧、你的话语藏掉、刻掉在阮的心边，互阮照你的话来勇敢向前跑道。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亲爱的，你今晚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一届伫这个所在啊，大家来敬拜啊，标杆的认证。啊，所以这是咱第三讲，伫这个所在来讲起。啊，伫第三讲讲起的时，啊，咱伫这讲起啊，就爱袂记后面的事，全部往头前的标来跑走。啊，这个袂记哩，甲会记哩，啊，忘记记吼，忘记忘记吼，啊，也有袂记哩，啊，嘛有一会记哩啦吼。啊，总是这忘记吼，咱伫年轻的时代吼，咱拢掠准讲。啊，这个会当记条条，真紧就会当记起来。啊，过目不忘哦，过目安尼无我都咱袂记哦。像咱的这个啊，黄立光哈，黄立光真正是过目不忘的哈。伊安尼五岁时阵哦，就我都背迄个圣经哦。啊，当过家一个啊，当过一个吼，家一个老大人来祝福哈。啊，咱一个真出名，当一句即个简单讲一下来。哦。喂哦，啊，伊是代代土木系毕业的，啊，有法度拢徛伫桌顶咧制图，所以伊写这两本圣经吼，连我去牧师馆一看，讲，哎呦，牧师迄本吼，嘛安尼看甲参考甲烂去啊，哦，啊，迄伊拄好送我一套两本，啊，迄内容甲今仔日咱的道英祖牧师的有小可类似啦，哦，但是伊是甲规本圣经，啊，结果这個、老大人吼，90岁啊。啊，已经着真严重的感染，啊，结果最后迄暗就是正月初三来到我的病院，啊，我就开始甲写转诊来去住院啊。但是厝的人拢已经讲，卖啦，较侪岁啊吼，卖阁救啊啥货，爱家己嘛同意哦。啊，结果我咧写转诊的中间，就叫黄立光小天使吼，讲来，这圣经学者，来你背给阿祖听，哦，遐叫阿祖，因为那是我的亲家。我的亲家那边的是大人啦，我的第三个囡仔吼，刚刚带迄第三个囡仔的太太，伊会爱外公就对啦。啊，结果啊真欢喜，讲背了是大人这阿祖吼，来比一个赞安尼尔。啊，因囡仔要甲带出去，就已经昏倒，伫囡仔的怀抱中间坐车，要未到病院就过去。啊，就讲这个代志，好些囡仔足欢喜讲。啊，阿公本来就是拢咧写圣经的，啊，拢巴不得吼，伫、哦、中国迄边迄本圣经嘛，摕去用 copy 啦，盗，吼盗版啦，伊讲足欢喜的，吼、哦，有人要摕我的
圣经这款册去盗版吼，啊，这样代志就是到这结束。啊，伊咱个别性是讲人个别性，开始依作为作在遐咧讲写书，第一个讲我先讲一个见证，要甲我做拄啊讲这吼，讲小天使讲了上帝话，哦，这个著作上帝话的翻译者欢喜，进入西边，西边看着耶稣安然来回去，安尼。啊对哦，翻译官吼真误会，伊在遐背啊啦吼，啊对哦，足厉害哦，这等等等等落落，对痛这几背个体质量吼，啊对哦，这会当讲过目不忘，啊对嘛是吼，咱每一个人人生的中间吼，咧期待少年的时阵吼，会当安尼看册了，就会当过目不忘，啊背单字哦，背半波，背半波背袂晓，哦，亲像木梳吼，嘶嘶嘶，嘻嘻嘻，拢讲袂清楚，啊你背英文吼，背单字哦，看那背都背袂好。啊对吼、哦，英文这字讲了真差啦。啊对，会当过目不忘，这是少年的时阵，拢是点点到伫年纪较大以后吼，才向我会当袂记哩吼，那是一项好事啦吼。会当啊，会当袂记哩别人会遮用啊话，互咱的生活会当较快活。啊，遮个啊，遮个袂记哩，遮个从今的往事啊，会当互咱啊头前的道路啊，搁较有快乐。来往前来拜，迈走啊，迈进吼。啊，到年大了后吼，咱祈求讲会当搁较侪会袂记哩啊，会当较侪进化。讲是进化哦，毋是讲迄个遥控哦，摕去看咱冰箱啦吼。啊，就讲啥物话安尼啦吼，就是讲啊，真侪遮个过去辉煌的代志，啊，家己好会袂记哩，互咱会当搁来较谦卑，用过去的失败，伫迄个所在家己袂记，互咱会当搁较侪勇气，用过去的遮个罪过。啊，家己袂记哩，互咱领受搁较侪个稳定。从过去朋友下只个过套，啊，家己袂记哩，互咱下即个认真搁较清晰。从过去对敌个攻击，啊，伫迄个所在家己袂记哩，互咱个心会当啊，愈有即款个痛心。从过去个痛中，啊，家己袂记哩，啊，互咱有较侪个饶恕。所以哦，会当啊袂记哩，啊，渐渐年纪吼。啊，变迄个会记哩吼，会当过来讲起来就较聪明啊吼，会当袂记哩，这是智慧是修养啊。所以哦，伫这个所在，咱讲啊，爱放好袂记哩，啊，这是某一个程度伫这个所在是正确，总是唔是老人痴呆症啊吼。啊，所以伫这个中间，将人得罪咱的啊，将过去唔好的经验的，会当伫迄个所在安尼家己放好袂记哩。啊，所以。别人得罪咱，啊，就该放我袂记哩吼。所以伫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所在吼，啊，有讲起啊天国啊的代志。啊，这个天国的代志吼，啊，就是爱啊不断的原谅，才会当进入到伫上帝国。哦，啊，必定吼，伊就问耶稣讲，那是安尼吼，我原谅我的兄弟吼，得罪我的七界吼，安尼是不是有够呀？耶稣讲，唔是原谅七界啦，吼，是原谅70个七界，70个七界安尼啦，吼。啊，70个七界吼，这个意思就是讲无限限会你原谅啦。哦，你的兄弟若得罪你，有转来甲你赔罪，啊，或者转来甲你挽回，啊，你就爱原谅伊，就是无，你嘛就爱伫迄个所在对心内面甲伊除掉去，那无受苦的是你家己本身。所以伫这个所在吼，啊，耶稣就得一个譬如啊，啊，这个譬如讲。有一个人哦，欠这个王哦，啊欠1000万两银啊，啊欠1000万两银的时阵哦，啊等等王伊要伫迄个所在算账的时阵，人就将这个欠1000万两银的掠到王的面头前。这个欠1000万两银的吼，伊就甲王哀求啊，伊讲吼，我实在钱也是吼，拢完全是无法度偿付咱这的债务啦吼，啊所以哦。请你着原谅我，吼宽期啊，吼，啊会当甲原谅、宽容我的这一切，吼。啊，这个时阵啊，这个主人啊，伊就动了私心，啊，就伫迄个所在讨房伊。啊，讨房伊的时阵吼，就免伊的账。啊，免伊的账的时阵哦，这个老伯无拍算出去吼，看到一个欠伊10两银的啊。啊，看伊欠伊十两银的吼，的时阵哦，伊就安尼去迄个所在安尼甲伊逼啊，吼。啊，用要甲颔棍，用要钉互断伊。讲你10两银啊，今日无摕互我吼，我无要放你煞安尼啦。啊，对边仔的人看见吼，感觉讲这是无法度通好接受啊。
迄、那个主人欠你家欠一千万，伊个我都哈完全免你个借。啊，今日这个人只不过是欠你十两银啊尔，啊你暗棍用要甲钉死，哦，所以吼、哦、看袂过，就是甲主人禀告这样代志。主人听你到底吼、哦，非常的生气，如果来用这一千万两银个欠一千万两银个吼，佮来掠倒转去，哦，讲你着爱行甲一顶五年吼，拢行甲清啊。啊，若无你永远就关伫家落内面吼，关到你归心安尼吼。所以伫这个所在吼，啊，耶稣咧讲这个譬喻，就是讲你对人的原谅若是大，上帝对你的原谅就大啦。吼、哦，你若到尾唔肯原谅人，上帝对你就无要原谅。啊，所以伫这个所在，予咱对人的辜负，咱会当伫迄个所在放袂记，会当伫迄个所在来甲伊原谅甲藏咧。安尼，咱才有法度敢往头前的标。在那个所在来跑走，啊，所以吼、哦，咱在这个所在啊来看见，在正经的历史的中间吼，啊，有几个啊，即个无同款的例啦吼。台北龙，台北龙伊是从地都经转的，十七岁的时阵就派这个查某呢去到伊的厝的所在啊，甲这个查在当初是十七岁的台北诶青少年啊，甲伊抹油，准备要予伊做王吼。啊，总之啊，这个台北啊，伊个人就抹油做，也未无讲马上就登基做王吼。迄、哦那个经过十三年后，三十年的时，三十岁的时阵吼，伊才头一金，伫迄个所在啊部分做王啊，到三十七岁，伊才阁第二摆，阁在伫迄个所在封立做王啊。伊的天资有特别的所在。啊，总之，当咱这个台北吼，伊、哦、出来到伫这个。啊，这个看到菲律宾人，啊，伊的兄哥拢去伫战场咧做兵吼，啊，伫迄个所在看见一个高丽亚非常宽大吼，啊，伫迄个所在，啊，照正经讲的，伊遐两尺四啦吼，啊，两米四，两米四吼，啊，非常的宽大，啊，举着真大支的盾牌，啊，伫迄个所在咧骂阵，啊，咧放毒啊，摇花撞地。啊，对啊，这个台北啊，就看了非常安尼袂得过吼，啊，就问讲这到底是怎么款的回事吼？啊，到后来啊，台北就去捡五粒石头，啊，五粒石头就拢做个粒啊，吼，啊，拢做个粒啊，用伊迄个机缘石，啊，然后就安尼大安尼一直修吼，啊，修伊足大的尊了吼，都伫这个所在啦吼，都伫这个在伊端湖的本庄的中间啊，在只有一旁吼，在对这个所在入去吼，哎，在应征倒地啦。哎，用正刀的时阵哦，台北去非常的勇敢哦，背伊的刀，用伊的头壳剁起，将所有菲律宾人哦，这些军队哦，全部拢交散去啊！哦，啊，全部拢消散去哦！啊，有人咧讲啊，为虾米台北捡五粒石头？因为台北哦有一打探，伊这个看到高丽亚有五个兄弟啊，伊惊若家己拍倒吼，五个兄弟我来报仇哦，伊还佫有五，还佫打探其他的四粒啊！吼、哦。这是其他的政经学者吼，像个较早咱咧讲个迄个梁天柱吼，类似于这个这政经学家吼，拢会当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啊，提供阮真大个帮助。啊，有人讲是啥物？有人讲吼，伊即个石头拾起个时阵吼，就是这个高丽亚无随死啊，高丽亚是昏去呐，听。总之，这个昏去吼，伊还袂生前个进程吼，代表已经食伊个刀剁伊个头啊，吼。这嘛一种的讲法，总之不管安怎，伊就拍倒高丽亚，啊拍倒高丽亚了后，周围这些俘虏啊就喊起来，吼、哦，这个堕落豺狼青青，台北豺狼万万，吼、哦，这不是讲伊是杀人的魔王啊，吼、哦，这个标志讲伊的战功，伊的战功是赢过东土市的堕落王，吼、哦，啊，所以伫迄个所在无拍仗，却引起这个堕落王伫迄个所在的怨毒。所以就想尽办法要来抬这个我做台币，啊台币吼，咱咧讲台语啦吼，啊华语叫做大卫啊大卫王吼，啊总是咱台语吼拢翻译做叫做台币王，啊所以台币王吼，伊伫这个安尼开始安尼四界咧逃亡的时阵吼，有一届伊到到温基地，温基地的这个旷野的所在吼，啊温基地的旷野的所在，哎。这个做了王哦，听到这个情报召集的时阵哦，伊就组织三千的精兵哦，三千的精兵为着要抓一个台币哦。啊，对啊，三千的精兵啊，要抓台币甲台币金边吼，组织有对几百的人吼、哦，有对几百的人甲伊做伙。啊，对啊，在迄个所在要抓伊的时阵啊，啊，伊呾互伊围掉嘞，伊赶紧去秘在一个山洞内面。啊，台币金边嘞一个山洞内面哦，拄到这个阵做了王哦，啊，要找一个便所。
啊，要伫迄个所在吼方便一下安尼啦吼。啊，要摕便道要方便吼，伊秘伫山洞较深的内面。啊，秘伫山洞较深的内面吼，秘久吼，咱伫暗内面啦，秘久吼，会当看得来暗中间的活动。啊，总之吼，光的人对光的所在入来看暗的人看袂清楚，唔知影在秘伫内面。啊，所以伊就做伊个方便的动作。啊，做伊方便的动作哦，这个身边本地代表的人就甲伊讲，这个时阵吼、哦、是上帝给你的机会，你只要倒吼，伊就应征倒地，这边就真正应征倒地啊。哦，啊，最后这是上帝给你的机会，要你来把，当时代表伫迄个所在真清楚甲伊讲。讲吼，这是上帝所抹油，我的手绝对无将上帝所抹油的人，伫这个所在来给他害死，给他害死安尼。所以伊就伫这个所在，用伊的这个刀啊吼，将伊迄个骨落去的迄个三根吼，给伊挂夹起来。我刀啊嘛正来，哎呀，脚手嘛正利落吼。啊，挂夹起来吼，了后等等代表就离开的时阵，伊将黄旗伊都挂起来，迄块三根。在迄个所在，甲这个做了王讲，讲我的主啊，我的王啊，较早你伫阮基地洞内面，我有救的汤好下酒甲你抬。总之你是上帝做我用的，是我做尊重的，我敬畏上帝。所以啊，今请你啊，安尼留我的命。这个时阵哦，做了听了到地，这个君王哦，听了到地哦，伊再甲代表讲讲，代表啊，你比我搁较有公义，因为你好宽大大。好款待我，我足歹款待你。哦，对，伊伫迄个所在安尼讲，当你今仔日显明你好款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伫你的手，你足无待我。啊，耶和华因为你今仔日往我倒行，好款待你安尼啦。哦，伊呐家己祝福呢。哦，啊，大兵哦，你啊，这个说了，这个阵啊，满心的这个安尼感觉讲安尼真歹势，啊真懊恼，啊真后悔，啊感觉伊安尼多做啊都唔对。当时吼，咱伫这个所在，咱看见代笔吼，伊伫这个中间，伊无袂记哩上帝的恩典，伊无比上帝的律例，伊无袂记哩，但做了王就是上帝多抹油。既然是上帝多抹油的，上帝家己会处理。虽然环境已经兴起，予伊有机会通下手报仇。也是讲，予伊有机会伫这个所在通取代，伊若将这个做王家头甲剁起来吼，安尼伊讲起来，伊就会当顺理成章赢对一个君王。而且已经就抹油啊，上帝提前的前知十分呢，已经去甲抹油抹了啊，就是抹得伊做将来要得做君王啊。安尼，咱一般的信仰来看，讲哦，这是上帝予我的机会。啊，这是已经印证啊，是上帝托伊来到我的面头前。总是代表伊无安尼想，伊无袂记哩上帝的律例，伊家伫这个所在，伊记条条，这方面伊是记条条，所以伊伫这个所在，伊就放手，无加害伫这个做了王的身上。啊，做了虽然是安尼了后，伊感觉讲非常的后悔，嘛感觉非常的感动。啊，总是啊，过无偌久，差不多上卷二十四章讲本基地动，差不多下卷二十六章过两章那点吼，伫这个所在。就是讲哈基拉山，哈基拉山就是讲，这个做了同款，这个代表同款哦，佮逃亡来到这个哈基拉山。哈基拉山的时候，哎，情报佮得到，这个做了王佮得到这个情报，就佮来同款找三千的精兵啊。哦，啊，伫迄个所在吼，啊，找袂到，啊，佮再赢吼，伫迄个所在安尼大天都啊，秀美，计等于佮要继续要甲围攻，这个看做。代表吼，啊，所以啊，伫迄个扎营的时阵啊，代表甲伊的队长阿比塞的将军哦，啊，伫迄个所在，因们是侵入到伫代表的布棚内面，啊，侵入到代表的布棚内面哦，竟然拢无人发觉啊，啊，无人发觉的时阵哦，听哦，这个时阵代表王也做王哦，困甲非常的沉啊，用边嘛伊的将军哦，阿尼尼哦，那困甲非常的沉啊，啊，正经甲咱讲讲上帝，互因困甲真沉啊。啊、哦，就是为了要来见证这项代志。见证什么？在这个中间呐、啊，代表搁再有机会，通好将各路王在伊的手头给剁掉。当时伊无安尼做，伊在迄个所在，伊嘛搁再清净，伊会记哩，这是上帝的律例，这是上帝所抹油的君王，我绝对袂再伸手在这个所在来害伊的性命。所以哦，伊干那只有摕伊的枪啊、哦，这个证书哦。
枪啦、刀啦，吼，这拢是非常重要，吼。枪在人在啦，吼，刀在人在啦，啊，枪在人在，伊摕伊个枪，佮摕一个水壶，吼，伊个地锅啦，吼，迄个底水个水壶，啊，摕这个水壶，按着安尼离开去。等咱伊甲这个部队离真远个时阵，伊嘛伫迄个所在大声甲做落王讲，讲拄只当年我来到你个身边，我毋知你身边即个啊，即个卫士啊，吼。是到底安怎咧？甲你保护的？我入去的时阵，我有机会通去甲你下手。总之，我尊你做王，因为你是耶和华上帝啊，做我有的啊。所以啊，我无加害伫你的身上啊。所以伫这个时阵啊，做落伊听咧嘛，搁一遍感觉非常的紧张。做落讲啊，我有罪啊，我的囝代笔啊，你通转来，因为你今日看我的性命最宝贵。我的确无过来加害你啊！我是一个糊涂的人，我大大错误啦。当然，这个做落伊虽然就安尼讲，总之日后伊还阁是继续，因为怨道的关系，继续伫这个所在提空提棒，就是要害死这个大鼻王。总之到尾啊，这个做落伊死伫这个非洲人的这个对方的敌军的这个手头，大鼻只伫迄个所在就推起来做王。所以伫这个所在，予咱人看见，这个啊，代表伊往左台标来跑走，当时伊左台标伊无走这个近，这个外脱近途啊，吼，偷短路，哦，真啊偷短路吼，比如讲咱走运动场，啊，走运动场哦，走到一半对中切过吼，啊，这就无下比赛啊，就爱照比赛规则来啊，啊，看起来敢若亲像上帝已经将这个机会放伫伊个手中。当时伊真清楚，伊无袂记哩，伊无袂记哩，就爱尊主最大。伊若到最后当尊主最大，敬重上帝多半有的人，其他人也会安尼敬重伊啊。所以伊无袂记哩这个代志。当时伊会当将做落道道咧，甲伊堆杀的代志，甲放互袂记哩。啊，所以到后来，伊真做上帝下上帝真意的一个君王。所以这实在伫圣经内面。予咱人看起会记哩，甲袂记哩。啊，这个中间，咱要怎样对上帝去摕到迄个智慧，通往头前的表努力来跑走？啊，这里这个所在啊，咱顶礼拜伫黄国树立委诶，这个啊服务处啊，伫迄个所在做新春的祝福礼拜。啊，牧师有讲起这个最近啊，多达过往年十二月二日啊，活到十月一九三一年十月初七出世。啊，这个二零二一年都多九十岁足足啦哈，就是南非这个主主诶，这个主教哈、啊，这个总主教啊，伫迄个所在安怎来带领这个南非诶华人啊，伫迄个所在来啊来会当废除迄个种族诶隔离诶政策啊，所以啊，伊伫一九八零年诶时阵开始致意努力。伫即款个民族个运动，啊，即款个民族个运动个时阵，到伫一九八九年，伊摕到即诺贝尔即个和平奖。啊，二零零七年个时阵，伊嘛捌就邀请来到台湾来讲论即个转型正义啊，即个演讲。啊，伫即个演讲个中间，伊讲起一个小故事。啊，即个小故事，伊咧讲起有一个人类学家啊，伫南非个田野做调查个时阵吼。啊！伊伫这个部落个内面，看见一群囡仔伫迄个所在咧耍咧佚佗，啊！伊安尼一准备一笼啊，真正个这个水果，啊，看起来真甜，啊，放伫这个另外远远个一个一丛树仔脚个所在。然后伊就甲即群个小朋友啊，甲因讲遮个头前遐，恁有看无？头前个树仔脚个所在，我放一笼水果伫遐。啊，恁吼、哦、看，即个人倒上台台顶，倒上台顶个人吼、哦，会当将迄个水果吼、哦，全部迄人拢是你个安尼啦。啊，总是无拍算，想袂到就是讲，遮个小朋友吼、哦，无人抢情，安尼走，安尼同咧走咧，大家竟然手牵手吼、哦，啊，安尼就慢慢啊走。啊，手牵手，大家慢慢啊走时阵吼，大家来到这树仔脚个水果个即档个水果个所在吼，啊，大家欢欢喜喜。啊，这个粒分予伊，迄粒分予伊，啊，就人家己计，啊，大家食甲真快乐。啊，食甲真快乐的时阵，这个人类学家吼，伫这个所在，伊感觉非常的未了解，为什么这些小朋友会当有这款安尼
想袂到的一个动作啦，吼，想袂到的一个动作。啊，所以伫这个所在吼，伊讲为虾米恁那无人安尼来开始啊，到进前啊，家己只安尼唔是啊，佫较欢喜吗？拢是吼，即个囡仔家因讲起吼，讲诶，阮是因为啊，这个乌班图啦，吼，乌班图，即我个，即我就袂啊。UBUNTU 哈、哦，这翻译过来，南非哈翻译过来，伊的意思哈、哦、，I am because we 啊，就是讲情在故我在，情在故我在 ，I am because we 啊，就是讲这个群体咧，这个团队伫咧，才有我伫咧啦，哈、哦，咱咧讲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啦，哈、哦，啊，伊讲这个群体咧，群队，这个团队呐伫咧，我才有伫咧。啊，对，叫做乌班图啦，啊，啊对啊，图图伊伫这个所在伊的回忆录内面，伊咧讲起吼，若无有宽食，就无有未来啦。大家彼此打牛，大家彼此打和睦，大家彼此打扶持，大家彼此打分享，才会当有好的将来啊。哦，对吼，若无有宽住，就无有未来。啊，我咧讲这句了吼，咱咧。部长拢会安尼甲提醒讲，我无错，你讲这句真好，这毋是我讲的，这拄讲的吼。无、哦、有宽恕就无有未来，吼、哦。啊，所以伫这个所在乌班图啊，这个伊的原文啊，吼、哦，因南非的原文，就是伫这个所在讲，将家己甲别人当甲来分享，啊，伫迄个所在将别人的过套，啊，无伫迄个所在打钱，啊，大家人会当伫迄个所在啊，大家和睦啊，会当大家。来领受啊，这个共赢的正义啦，吼、哦，就爱执行公公义，就爱执行正义。拢是这个公义，这个正义是为着要实施这个公义，这个正义是为着要大家共赢，唔是要伫迄个所在报复什么人。啊，所以吼、哦，伫这个中间吼、哦，咱能看见啊，伫这个灾难的中间啊，咱会彼此担扶持啦，吼、哦，啊，彼此担欠亏，啊，然后人安尼一套。啊，咱就欢喜伫迄个所在来原谅，亲像迄个主人原谅迄个一千万的一样。讲是咱就原谅一千万，咱茫对别人欠咱十两文的，就伫迄个所在计较啊。所以，若到处食呢，无有宽恕，无有这款的和睦，咱就无有这款的未来啦吼。啊，所以吼、哦，这个所在甲咱讲起，讲我的心啊，你着阿罗耶和华，唔通袂记你一切的恩惠啊。咱虽然着爱。未记得后面的事，总是咱唔通未记得，要花一切运费。伊下面你拢总会做，伊好你拢总会变。伊救赎你的罪，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挽留，用好米祝你的情愿，让你福德照人，亲像映照一样。感谢主后上帝伫大人的身上，拢有无同款的真耶基督。你若甲上帝，我靠主，我靠上帝的时阵，上帝伫你的身上。啊，执行无同款诶，即款诶啊稳定。我这边只检查真好吼，我才惊一条，讲我诶目睭是一点零啊。啊，我从40几岁开始挂老人目镜吼，若无挂老人目镜吼，我就是我多。啊，我过去吼，我诶手机啊内面诶迄个赖吼，嘛放甲真大字呢。哦，徛伫边啊拢看会着我诶赖内面咧写啥物话啦吼。啊，咱内面嘛挂老人目镜呢。啊，总之吼，那几颗红字诶啦吼，啊，即拢有张医师咧甲我监督咧吼。啊，所以吼。竟然讲目睭讲会当福德，这个一点零啊！哦，这吼、哦，这也无求的稳定哦，总是上帝白白赏赐我，上帝唔干那白白赏赐我，也会当白白赏赐咱每一个人。哦，所以伫咱为着主来做工的时阵，主伊欢喜啊，将这的一切啊，咱所欠用的啊，会当点伫咱的中间。总之，咱爱有清楚的咱的目标，咱的目标来伫咧迈进哦。啊，对，咱来买进的时阵，咱看见顶礼拜，伫这个所在，咱才咧讲起啊，这个第二专区的代志啊，第二专区的代志吼，啊，予咱看见啊，这个国民党吼，坏坏坏，连六坏啊，吼，因为吼，迄个公投就四个案啊，哦，公投就四个案啊，哦，啊，正搁伫这个，搁讲起因吼，顶礼拜搁连转两个案，北部的林长组，啊，咱东二区。诶，即个林正仪吼，啊对吼，所谓拢总是民进党赢，国民党哦，讲起来是输到非常的凄惨吼。啊，最后伫即个所在，互咱看见国民党哦，因差不多是过去诶时阵吼，
啊，至少两个上个时代吼，咱对因讲起来代志，感觉讲有真多，咱无度通啊好理解哈吼，无度通好接受，拢是吼因个反共个立场吼，对头到尾吼做了真好呢。啊，那会到即代个即个国民党个即个立场吼，对反共个即个立场啊，竟然做安尼愈行愈歪了吼，啊愈行愈红啊吼，啊对吼，你到即支迄个目标，即支迄个迄个迄个。啊，因个共同的这个目标去啦吼，啊，所以伫这个中间吼，咱听见一个啊民间的西游记啊，西游记啊，这个看到有这个东丹东，啊，东丹东啊，伊前边哦，东丹东讲起来是只不过是一个徽章啦，听哦，啊，伊一个安尼有一个目标，啊，伊个目标是啥物？伊要到这到这个地洞去取经啊，哦。伊要去取经哦，当是路途沿路经过，有孙悟空好，孙悟空七十八变哦，啊，安尼变来变去，安尼就是武功盖世吼，啊，伫北界也同款啦吼，大和尚吼，大和尚，啊，这三个徒弟啊吼，的本领拢是通天，比这个东征啊，这个东丹东吼，搁较厉害啊。当是哦，因这三个哦，拢是安尼混混，哦，因就安尼过几日，啊，过几日过几日吼。无虾米将我的目标，总之吼、哦，这个东丹东伊就是一个目标，伊就是要五万会当到伫这个东方去取经的时阵，啊会当将这个经典刻下来，啊会当来啊伫这个造福伫民间啊对真信仰的这个宗教，啊所以伊有这款的这个理想，其他的人自然就反对，所以咱感觉真可惜，就是讲国民党这个理想的目标吼、哦。渐渐伫咧消失，啊，开袂到因正确的目标。总之，咱嘛在变质，咱啊，诶，民进党还是其他的党啦吼，咱真感谢，咱真欢迎，咱的真期待力量吼，啊，方主席啊，最近拢有正在伫咱中间，甲咱做下来咧做礼拜。每一个党，每一个政团队，拢爱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理想，甲一个目标。这个理想目标爱甲百姓安安念做伙，爱甲上帝的这个。啊，内面的稳定，伫迄个所在唔通脱离，安尼才有法度伫迄个所在行领袖行五头前的标，伫迄个所在跑走，才会当得到迄个未败坏的面流吼。啊，所以菲律宾书第二章伫这个所在甲咱讲，讲恁着用同款的心智、同款的痛心、和谐的感情、一致的想法，通予我的欢喜来得到充满。唔通家己自私自利，唔通嘛唔通追求虚荣，反正着爱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搁较强。恁大家人唔通只有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个人的事。恁着用基督的心对心。咱若用基督的心对心的时阵，咱做你的目标，咱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上帝的同在，得到上帝的鼓励。咱就要当得到迄个终极对顶面倒掉来，咱会想。咱在座男女老幼、妇孺拢共将，逐项拢有啦吼。逐项的目标无同，终极的目标，咱到尾就是要得到迄个对顶面掉咱的迄个永远活命的想。求主帮助咱，予咱伫人生的道路顶面，咱会当将家己的，唔怕袂记哩耶和华一切恩惠，像咧别人对咱做做个只个。啊，唔好诶代志，咱尽量会当放诶，咱就放，互咱有搁较侪气力，通尽跑走诶道路，通得到主讲好搁正常诶路步，大家来祈祷。主，阮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互阮会当领受啊，即、這个啊标杆诶人生啊，你伫即个中间一直甲阮提醒，阮着往倒塔诶标来跑走，着袂记咧后面诶主，全部往头前来努力迈进。所以，阮伫你面前经历遮个代志，就祝你将遮个啊话啊，予阮得到鼓励，通啊领受阮无论是啊什么款个年龄，无论是什么款个即个背景啊，阮拢会当对迄个内面来领受阮迄个啊标迄个目标啊，通得到迄个对顶面享受永远个活命，予阮到时会当得到主讲。好歌尽忠的萝卜，祈祷恳求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牧师带来这么好的信息，刷一下咱来吟这个回应的诗歌，大家坐咧吟就好。480为主来做伊干净。这首《玛丽红线》
姐，行，我来做这个哈报告哈，让这个个请安。首先来看介绍，咱今仔有新来的朋友无？请举只手，我来特别来个为你来介绍。罗永祖牧师，礼拜算头一届啦，啊，顶届五十吼，咱五十周年。这个故事，来一次。稍等，咱听哈，张医师哈，好好的哈，专程来做一个哈，永远的这个介绍，欢迎你。我是你的后壁。欢迎欢迎。平安。好了，教会消息，有人记载咱的这个周报后壁面。第一条，欢迎第一次来参会兄弟姊妹。啊，请留下联络通讯的这个资料，好咱方便以后这个台岛哦，甲联系管处所领。本日正月十六，咱民主论坛大英祖牧师来主讲历史上的主耶稣。下主日正月十三，民主论坛由咱黄金珠执事来主讲见证甲分享啊 ，Part Two 第二遍，欢迎大家来关心。第三，本主日，咱民主论坛召开一临时的中执的同工会，啊，请这中执甲同工甲这个顾问团啊留步。第四，本礼拜四正月二十，台中中会九十二届春季的这个议会，要伫中华基督教等于召开，咱。本会牧师甲市长要前往来参加。第五，下周日正月二三，本会召开年度定期的会员大会。地点，咱后礼拜即个吼，该地点要改定文殿之家，然后选这个所在，因为咱召开这个啊定期大会，啊大家注意啊，有一寡吼，那无来啦吼，周边无来吼，特别个请各位尽量多多个联络。且在这会员一定要专注出席，咱若把到这个啊出席的人数有够，才会当讲成就这个吼成案。比如讲参加的吼，请啊个向牧师要来中职啊来请假。第六，欢迎林淑芬、苏淼出席的本会，加入公益行动教会的宣告行列。以上，牧师的补充吗？林淑芬牧师娘，你家吼，记得。林淑花啦，记得哈，记得林淑花，那个泡泡欢迎的哈，林淑花，好嘞，拜个来讲一个。好。机器沟通，请为台湾甲全世界需要的疫苗，恳求上主怜悯，温恕祈祷。第二，为蔡英文总统、陈时中部长、台中市政府、国家社会进步的安定关心来台独，请为王宝山兄弟、蔡信德兄弟、林金珠姊妹、王水龙牧师、林金珠技术身体欠安的兄弟来关心台独。教会行程，咱拜六正月二十二三点到四点半，云顶之家。咱的牧师要锻炼生命查经，师徒行传第十五经去，请大家预先呢详细来读。四点半到六点，信华队文殿之家要联唱。奉献的报告，请大家来看。然后出席啊，当然后长老啊来啊啊，就定啊敬敬。圣干服侍，我请大家啊，记得发到大家来看。所以上营上请牧师来祝祷，牧师请。
咱大家交力单位一体将地敬酒，予咱人人会当对主领受啊奔跑头前道路的快乐，通得到主阿乐讲好过尽忠的路步，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将地的疼痛以及圣真的交通，甲咱每一个人同甲伫咧，对一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这民主的歌谣啊，请这个萧执事啊来锻炼。再来是民主歌谣时间，嘿，这礼拜的民主歌谣是春天的花蕊，麻烦DJ唱。张医师，我们感谢我们这个真挚的力量台中市的这个诸位哈，洪医师现在在分这个红包啦哈，正名制限，真台湾，真台中，我想这不只有意思啦哈，啊，这个看到春联啊，所以我们感谢这个洪主任、洪医师，多谢。啊，因为讲到春联吼，啊，我到早起已经甲新埔教会需要写的大概差不多三四十副专联的啦吼，啊，甲其他四字的啦、一字拢有啦，拢摕过啊。啊，即个英雄吼，你若有需要，恁家己吼，甲恁需要的迄个内容，来给我，我就免费替大家写嘿。吼，我这写这袂省啦，已经写过了十年啊吼。诶，本来想讲要第三时啊摆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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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的高松明老师吼，啊去遐欣赏伊即马拄拄啊出版的一本以色列经典，以前甲咱讲迄个说捷克经典，后来斯洛伐克经典，啊这第三本，啊伊若更改要讲这個，拢爱去迄个国家待半年左右，哦，迄因的大使馆才会去待，啊咱多用做牧师，古早伊就已经吼带团去以色列。约旦顶的所在，
我唔知讲几届，听讲是33届以上啦吼。啊，嘛是咱啊张宗良牧师早已3届学长，哦，所以伫个这个包括圣地旅游，咱哦啊张迄种牧师嘛捌带伊出团一届吼，啊，拢得到真多的帮衬。哦，啊，这个人所制作的物件，哦，咱哪法多像多用做牧师吼，这册内底遐侪相片。拢会家己翕的呢，哦，家己翕的啊，搁足水的彩色的，哦，用钢板纸落去印的，哦，即甲阮迄清洁工啊吼做的迄梁天书教授做的同款，足幼路的啦。啊，到底内底讲历史上的主要所是啥？哦，啊，对这个啊后盖吼，伊若还搁想要带团吼，嘿，不管是伊带的，高寿明老师带的，啊，有很少无师带的，有很少无师家去一届吼，所以无因道行则深吼。啊，咱吼，即摆，安尼拍破啊，来欢迎罗英祖牧师，吼，来甲咱讲解这个历史上的主耶稣，吼，啊，这本册吼，定价是5000块哦，但是呐，来遮哦，迄足大本的，迄敢若韦氏字典吼，那咱遮是伊是要邮袋半价2500啦吼，那买再随时摕，哎，我车底还过2箱嘞吼，罗英祖牧师，请。主来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啊，真感谢啊，张牧师，好有这个机会，甲大家来分享我所做一本册，人人都应该知影历史上的主耶稣。哦，这是我最近啊所做的一本册。哦，啊，我得先来介绍是安怎做这本册的原因。哦，甲大家来分享。哦，啊，伫这个差不多4年前。哦。有一个真出名的董事长，哦，彩晶公司，哦，啊，伊伫阮台南南科工业区，哦，有设一间工厂，14000个员工，安尼有大间无？有，做大间个哦。啊，伊做这事业做真大，有当时啊大赚钱，有当时啊大了钱，哦，啊，所以心内真无平安，哦，甚至讲啊那。生意有诶时阵，搁收无钱，哦，你想安尼敢会平安？搁互倒落去吼，啊，所以伊差不多伫50岁诶时阵，就得到一款怪病。伊去找伊名医无法度甲查出伊啥物病。啊，伊是一个佛教徒，佛经读啊足清楚诶，搁足信佛诶。伊去庙里找庙公、找当居、找道士，啊，伫遐求神拜佛。拢袂好，了几十万块的钱哦。后来拄到一个基督徒朋友，甲讲：“你去找阮牧师，甲伊祈祷啦。”伊笑的。啊，牧师也毋是医生，祈祷哪有路用嘞？伊讲：“阮的牧师是清早为着病人祈祷，啊，拢会好呢。迄是耶稣甲伊好的呢。你去找伊祈祷，吼、哦，去看嘛嘞。牧师袂甲伊提钱啊，啊，伊就带去啊，伊的教会找迄牧师。牧师甲祈祷了的是。”伊就甲伊讲，吼、哦，你这款怪病吼、哦，你去美国一间足出名诶，迄个病院，甲伊检查，迄间病院包括头毛有问题，马上甲伊检查出来。啊，若无病，你会记哦，迄是耶稣甲伊医好。你爱来信耶稣，未使阁信不哩啦。爱真正去美国，啊去哦，迄间病院甲伊检查，一礼拜了后，总报告甲讲，你无病。伊甲讲即句了，就想到牧师甲讲啊，这是耶稣甲伊医好哦，心肝头将哦，迄重担将卸落来，爱食饭，吼、哦，啊个心内佫真平安，袂惊吓，吼、哦，啊伊就转来台湾，啊就去找牧师，甲感谢牧师，讲啊伊要做礼拜，总是做礼拜的时吼，读圣经读无啦，
人名地名牧师咧讲啊，伊嘛拢唔捌啊，所以伊就去找旅行社看有人去以色列啊，伫遐旅游无？啊，总是迄个旅行社诶旅游讲这拢无合啦，因为伊所爱的就是爱知影讲这个所在甲伊诶人生有啥物关系。伊就问一个啊朋友，啊，即阮台南淡门教会诶迄个会友，吼，啊，伊就讲恁教会牧师敢有人会当带去以色列咧？伊讲有啦，有一个叫导游做牧师啦，伊不是带人去啦，吼，你若要去，你会当甲请教，吼，看伊有适合带你去啊无啦，啊，就叫我去台北，啊去台北见，啊底下甲问足侪问题，我拢甲伊回答。伊就甲讲好，哦，伊要出钱请我去，哦，叫我带伊去。啊，伊阁要带一团，甲伊个生意有关系，董事长甲总经理，有台湾个，啊，阁有中国个，哦，中国个甚至包括四川、黑龙江，哦，拢有来提伊个物件去卖。啊，伊就带因一团拢到二十个，啊，叫我甲伊带去一些，哦，啊，头一遍带去是三礼拜，哦。啊！看了的时阵，有深圳一个董事长甲总经理来行说的信耶稣的约旦河，行说的约翰，行说的啊来信耶稣。啊，过来阁问我一个问题：创世纪有影无影？上帝创造人类，阿东下我啊哪个故事是安怎？人类历史拢无写啦，学校课本嘛拢无写，安尼敢有影？讲啊，若无影，圣经就是假的呢。伊就安尼讲呢，圣经是神话，安尼信上帝敢有路用？吼、哦，我甲讲拢有事实吼、哦，我有家己去，啊嘛带人去吼。张牧师嘛甲我做去，吼、哦，伊当做见证吼、哦。对这爱天堂啊，看到啊中部加帕多加七间教会吼，去、哦、三礼拜吼、哦。啊，回来吼，伊、哦、做高雄中会议长，啊，我会记，见识就是开中会。伊就开始讲安提尔教会，唔免看个咧，对哇？啊，啊！伊伫咧安提尔教会吼，嘛坐迄彼得迄条椅啊，石椅咧。伊彼得时代老到今仔日，坐伫遐翕相做纪念。哦，今仔日未使去坐遐翕相去啦，哈、哦，禁止人去遐翕相啊。啊，遐有水哈，啊，山洞。尽管滴水落来，后者啊，窟啊，细细窟，因为水咧滴真少，啊，所以窟啊，水未漫出来，吼、哦，会渗透落去，未漫出来。初代教会是用遐水咧行洗礼呢，啊，今仔是伫遐搭马克三个董事长，叫我甲行洗礼的，吼、哦，伫安尼尔行洗礼，啊，要摕水行洗礼，就爱环保局局长同意，啊，管理员去摕，我未使亲自去摕的，惊人拍打伞的。哦，迄间教会大概像咱行动教会安尼啦，是半山的山洞，会当坐超四十几个人尔，五十个都足客的。啊，你知迄间教会是咱初代教会基督徒是对遐开始的。哦，啊，基督徒伫遐呾，佮因为当时啊教会是受罗马政府禁止的，所以安提尔是大城，总是人袂带伫城内去礼拜堂，伫半山的所在。迄间礼拜堂真新鲜嘞，搁一个小的房间，是安怎礼拜堂搁小的房间呢？外面有一块牌啊写，吼、哦，讲伫遐搭礼拜是外口的侨委兵啦，看到罗马兵来的时吼，大家爱管去避，避到洞间内底，啊来检查无人，伊就去离开啦。啊，伊若讲要落去洞里检查吼，迄摕只石头，伊来不就啪啪见。甲捡落去就倒落去啊，唔敢入去啦，吼、哦，因为一个人会当入去啦，也毋是足大个，啊，所以迄是，教会信徒避难的所在，避难所啦，吼、哦。人讲亚华是我石盘，我避难所，拄拄像这间教会安尼。啊，这间教会虽然是超过四十几个会友，总是大家真有钱，派波罗先生、西拉，吼、哦，啊甲啊巴拿巴，啊去地中海，啊。啊，甲迄个托尼基啊，希腊罗马团队哩啊，迄、哦、是一个哈，亲像咱行动教会足有力的，有行动的教会啊。是。哦、所以咱行动教会嘛会当帮助咱台湾早搁一日来建立一个新国独立的国家。
吼、哦，这是咱大家的期待，吼、哦，嘛是长老教会的期待。今日全世界咧讲台湾无人称呼中华民国啊，对一间叫做中华民国，全世界无人承认啊。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吼、哦，这美国台湾关系法，吼、哦，写甲真清楚。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一部分，也不是中国一部分。台湾是台湾，台湾是日本战败由美军占领的所在。台湾地位现在还未决定，总是因为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长在太阳花运动的时阵，因就宣布，台湾人若欢喜，公权、公道自决，要加入一个新国独立的国家，因绝对赞成。啊，最近啊，年头咱知影，美国的众议院的议员来台湾访问，叫咱台湾是啥物啊？中华民国是无？不是啊，讲台湾共和国啊。所以这是美国已经承认啊。今仔日咱行动教会爱站起来，爱行动来争取台湾，由咱台湾人来主持、来治理，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过是地理当中那边，地理当中拢会使换你啦。美国随时要换，拢会当换，总是爱咱台湾人爬起来，啊，来发，才有规律啦，吼、哦。啊，那无永远无法度，因为蔡英文吼、哦，咱爱为基督，伊反对台湾签名，吼、哦。迄当天奥运的时，若讲要台湾签名，若签名支持的人吼，拢要改开除。民进党的党籍嘛，开除政府的官员的官职，所以大家拢唔敢签名，因为有赞成，总是唔敢签名。这咱大家拢知影吼。啊，即种为国父是先烈的事，啊，直接已经讲正清楚，我唔能够讲吼。啊，过来，我要讲这本册吼、啊，有差不多20个企业家，啊，因看见吼，爱天王拢是熟悉的，吼、啊。一条河对创世纪2010，一条河流落来变成四千，吼、哦、啊，咱中国数码看的，啊，佮两条河，吼、哦、有四条，即马两条，底格里斯佮埃华拉底河，法官地我冇去看，啊，我冇带集团的人去看，吼、哦，啊，佮伫遐埃华拉底河顶端坐船坐两点钟，真水的所在，这是爱的乐园，吼、哦，啊，对底格里斯佮埃华拉底河中间坐。坐车要坐一日才到位呢，啊！爱在用偌快，不是在台中公园嘞，迄是几啊百倍台湾台中公园，吼、哦，这拢是事实的。啊，所以因看见这事实，吼、哦，底下佫有三个，吼、哦，伫这安条底下互我来写的。啊，所以20个中间有5个董事长，啊，甲总经理来信耶稣，行写的。啊，所以这董事长讲。我报因所看，爱报大家知影，吼、哦！啊，我真爱翕相，啊，这翕啊袂歹啦，吼、哦！啊，一些大神嘛，学了讲，吼、哦，这本的相片非常水，非常真实，吼、哦！啊，叫我来出版，啊，这本我要免费哦，教会书局出版哦，教会书局讲印彩色的无啊多啦，佮这大本，伊这本爱偌济啊？1000本爱500,000,000啦。哦，你甲想啊，恁有济无？哦，啊，因若要卖500,000,000，就爱佫加50%呢。嗯，吼、哦，10块爱赚5块呢，啊，安尼偌济啊？这本就爱1000块啦，至少啦，若伫广播社要卖，就爱1000块啦。哦，总是吼、哦，这董事长赞助我真济钱啦，吼、哦，为着要予大家会当分享哦，这本册只有2000块，毋是2500。啊、哦，这是咧团队哩，唔是咧做生意呀、啊！哈、哦、哈，啊，所以今仔日啊，早起我伫凤翔教会吼，因、哦、嘛要做一本嘞。哦。啊、哦，我逐礼拜拢去教会介绍啊，要进就啊，3000本已经是得不了啊！哈、哦。啊，唔嘛咱马当分享啊！啊，这本册介绍我用台湾文学馆的馆长，伊还袂信耶稣，还做馆长，今仔嘛做成功大学的这教授。伊看这本了后，讲文学馆有几啊？10000本册，无一本像这本安尼介绍主要所予伊认识。成功大学的这图书馆，阁20,000,000本册，有中文、英文、日文的，嘛无一本册像这么清楚来介绍耶稣基督。哦，啊，所以伊看这本了，伊讲这本册有三个特点：第一，有上帝的话，哦，啊，总是咱若要捌上帝的话，较清楚，
礼拜日爱参加礼拜，听牧师讲道，因为牧师会当将真理讲予咱大家知影。总是你捌爱捌真理，你着爱有见证，吼、哦，有见证。若无见证，你讲个人听无。吼、哦，我若讲行动教会，啊，甲向上教会，我若伫台南市来讲，人拢毋知影。吼、哦，到底向上教会甲行动教会生做甚物款，毋知影。我若无来看，我嘛毋知影。吼、哦，所以爱去现场来看。啊，你若无来现场看，你嘛爱有相片，看相片就会知影，敢毋是安尼？对。哦。啊，这本的相片就是咧为耶稣基督传道你做见证，吼、哦，这是头一个理由。第二个优点是啥物？耶稣基督上帝家有真正临到世间啊无？有无？有。啥物时阵？两千年前。哦，两千年前。啊，所以全世界的年代，用耶稣出世迄年做纪元元年啊。嗯。无用中华民国呢，嘛无用阿里山代呢。嘛无用罗马凯撒皇帝呢，哦，耶稣的时代是罗马皇帝咧管理，嘛无予凯撒做年代呢。用啥人？用一个拿撒勒人的耶稣，皇帝是不是耶稣？伊出世做年代的纪元，安尼耶稣是历史的主，所以这本册我讲历史上的主耶稣，上帝囝临到世间，伫世间33年久，所经过出世大汉的所在。拢伫遮，吼、哦！啊，恁来看就会知影。恁若看这本，会阁真清知影圣经内面的事实，拢是真实的。第三点，就是耶稣，若是真正临到世间，一定有所在。伫啥物所在？这本册拢有，吼、哦！行西约翰啊，甲耶稣行西的时阵，行西约翰甲伊两个学生讲：“我会衰微，伊会兴旺。”所以恁就去对耶稣做学生啦。这个学生对耶稣的时阵，耶稣额头甲因看，恁要找什么？咱知影耶稣行说了了后，第一句的话是什么啊？不是天国近啊，恁就悔改信主呢。第一句的话是什么？咱读圣经的时阵，耶稣行说了了后，第一句的话是什么？正啊，先问耶稣讲：“你住伫对？主啊，你住伫对？”耶稣知因，敢讲住伫哪撒勒？无，住伫啥物所在有讲无？耶稣甲讲：“恁来看，恁来看就知影。”伊就带正个学生去到哪撒勒看。咱捌去哪撒勒看耶稣出世个所在，大汉个所在无？捌人举手。耶稣所住的厝是甚物款？予恁摇，予恁摇，是像咱所住的厝安尼是无？无，啊那无生做甚物款？啊？生做甚物款？啊？较大声嘞！唔是大埔边啦，是地下的地洞啦。因为遐较早拢住地洞。哦，因为住伫地洞热天袂热，哦，嘛捌去以色列人知影，热天是40几度，哦，寒天有当时也落雪哦，吼，迄是安尼四季分明的所在，啊，所以较早因拢住伫地洞，耶稣出世的伯利恒的所在嘛是地洞的，吼，啊，木匠所住的所在嘛是地洞的，这本册拢有，恁会当看，哦，啊，因看了了。迄地洞水也无水啊，无水，安怎无水？简单，简单尔。哎，真简单，安怎简单？石头，土坑啊。哈？土坑厝，土坑厝。这本册有，恁来看就会知影。家徒四壁。哎，恁来看就知影，是简单哦，一间山洞那边，地洞那边，耶稣底下出啊，大汉底下食饭，啊底下做饭。哦，啊，遐有目光色，哦，啊，咱来看，嘛无真大间嘞。不过，这间耶稣住的所在，顶悬起一间真水的礼拜堂厅，叫做圣家教会。这本册嘛有，哦，啊，这耶稣住的所在，就是这圣家教会的地下，就是这地洞耶稣所住的所在。因看了的时阵，就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不是住在很豪华的厝体，不是很漂亮的地洞，很简单的地洞没不对、哦、你来看就知道了、哦、还有一项就是耶稣的一个学生腓力，耶稣的学生腓力拄到伊的朋友拿单业伫加拿的所在，基本嘛有，伊就甲这腓力啊，甲拿单业讲，拿单业，我已经拄到拿撒勒人耶稣，伊就是弥赛亚。拿单业安怎甲回答？圣经有写哦，伫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所在有写哦。拿单业讲，拿撒勒出啥物？啊？拿撒勒出什么好米？哦，拿撒勒出什么好米？哎，都无唔对哈、哦。为什么拿撒勒会出什么好？拿撒勒差不多当时带偌济人？拿撒勒当时就带百几岁啦，十几户啊，是小当时啊，伫古约默默无闻啦，噶唔是？嘛，真少人知影拿撒勒。不过今仔日因为耶稣伫遐出世，伫遐大汉，所以带过来万人啊，带真济啊。啊，迄、那个腓力甲讲，无唔对，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物？总是耶稣基督是拿撒勒人，耶稣伊是弥赛亚。你来看，哦，会出什么好物？你来看就知影。当时耶稣就啊，伊带这拿撒勒来看耶稣，啊。伊见到耶稣的时阵，耶稣大声对伊讲：“拿单业，你伫这无花果树下骹咧做工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你。你是一个真实、心内纯洁、无下注的一些人。哦”吼，这个拿单业讲：“我无看到你，你是安怎捌我？佮知影我遮清楚。”所以伊就相信耶稣是先知，是弥赛亚，做耶稣学生。啊，咱知影迄、那个哎。行西约翰的两个学生，一个安德烈，伊嘛带彼得来见耶稣。彼得见耶稣的时阵，耶稣对伊安讲：“讲你是西门，总是你爱改名叫彼得，因为你是石头石盘，你的信仰真坚固，看到我就相信。哦，啊，所以你是石盘，哦，啊，石盘教会要起伫你的顶端，哦，因为伊后来有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子。”所以，若要行洗礼做基督徒，第一项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子吼。咱的信仰告别嘛是安尼，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子吼，这个上要紧吼。啊，保罗先生若无看见耶稣，你想保罗先生是咧创啥？本来叫扫罗，伊伫圣殿加玛咧真出名的、這個，即个啊犹太人的即、這个啊神学院内底。是一个真出名的教授，古约的教授。啊，这加彼得，伊安怎讲？耶稣要让定时的受审判的时阵，伊讲一句真要紧啊！哦，讲恁若要甲啊判死刑，恁就爱认捌耶稣基督是啥物人，恁袂使随便甲人判死刑，定时未变。哦，耶稣讲。在这大祭司的面前来讲，伊是上帝的子，啊，啊，伊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拢承认，讲这拢是你讲的，我承认。你比亚多面前，吼，犹太人唔是告耶稣剥夺上帝啊，耶稣讲伊是上帝的子，讲剥夺上帝要甲判死刑。啊，伊去比亚多面前是告耶稣用政治帽啊，甲伊戴帽啊，讲伊是犹太人的王，反对罗马帝国，所以爱处死刑啊。彼得都问耶稣，问了拢无做啊。后来佫讲知影伊是加利利出身的，所以问加利利的希律，加利利的希律嘛佮判无做，因为伊无做甚物歹代志啊。吼、哦，伊读四个啊，传道理、医病、赶鬼，佮死人佮我，大家拢真相信。后来伫这搬过这时阵，在进前伫伯大尼佮拿撒路对死佮我，吼、哦。啊！以前伊捌予即街路查某囝，家己甲别龙管理会堂个查某囝，街路个查某囝告我，人讲伊是咧婚去啊，毋是死去啊。吼、哦，犹太人安尼讲，啊伊予即个啥物人？吼、哦，那因官府个囝，人要甲扛起台啊，伊予伊告我，
犹太人的这法利赛人嘛讲，那是分歧啊，不是真正死啊。所以到底伯利尼的时阵，耶稣去耶路撒冷，不是伫伯利尼和马大、玛利亚因交代。阿马大啊，派人去甲耶稣讲，讲你的朋友已经破病之伤中，你就赶紧来解医。耶稣故意延迟，延迟几日啊？延迟三四日才到伯利尼去。阿妈在底下伫号，甲耶稣主啊，你若较紧来咧，耶稣路嘛会过身去。啊，耶稣是啊，要爱三四日后才去啊，不爱随时去啊。因为犹太人，因讲我若随时去，啊，耶稣路过啊，因会讲耶稣路只有是破病，安尼哪听？哦，啊，耶稣伊听官贵讲，你伊是靠鬼王，嘿，嘿，犹太人是安尼讲的。耶稣是靠上帝观点来预备关鬼，和世人做啊！啊，犹太人啊，死一日二十四点钟到现在拢都爱处理掉了，袂使留过过日啊！啊，所以三四日后，吼、哦，这垃圾路已经放地方去，已经烂去啊，伊得去啊！啊，所以犹太人就相信伊是死啦，哦，真正死啊！耶稣底下甲马大、玛利亚讲，哦。啊！我是哥啊，我是活命。既然信我的人拢要哥我，马大讲主啊，我知啊，到末日是哥啊。耶稣讲唔是，是现在。耶稣就去到垃圾路旁底下搭，甲垃圾路讲，垃圾路出来，垃圾路包被包，啊就对亡灵出来。垃圾路旁是先生先看，恁捌看无？垃圾路旁是地下两层的，因为高大旁。落去伫上地下第二层的所在，我这本有，你会当来看，吼、哦。啊，底下个，吼、哦，对啊，爬起来顶悬的，吼、哦，死人会当对地下二层的望啊行出来，啊，你看唔是真正高啊？所以一个犹太人就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囝，总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真顽固，大家拢去听耶稣，对耶稣，死人要圣经奉献啊。甚物人要听这些讲道理啊？所以影响到因的收入啦。啊，所以这是耶稣奉定死刑的一点。哦，啊，搁一点就是耶稣到底要杀定圣殿时，看见人伫遐做买卖，甲淹倒啊。嗯。这嘛影响到这些的收入。哦，因为圣殿啊，底下的换钱还是卖迄落是奉方便，总是有税收租金呢。嗯。影响到因财源的收入会安怎？咱若去影响人的财源的收入会安怎？咱若影响国家的收入会安怎？哈哈，你财产还拍卖呢？敢不是？啊，所以这事就是安尼，万年耶稣要甲耶稣处死用第一，吼，因为伊的名声真大，大家拢要对。第二，影响对的收入，吼，啊，这是耶稣和这个犹太人定死刑的原因啦，吼，唔止。真正不是讲伊帮助上帝啊，因为足侪人拢相信伊是上帝的囝，有迄个观念，总是比较倒伫遐搭，甲判无罪。犹太人讲，你若甲判无罪，你就毋是该杀的忠臣啦。我要甲你告，吼、哦，比较倒惊个，你若甲告，嘿，我已经无头路，所以就将耶稣放互因去定死的。犹太人讲，那定伊。有罪，罪归伫阮，阮甲阮的子孙，有影无？有影。你历史上有实名无？有。当时，对象从开始。哦，世界大战以前也阁有啦。因去到欧洲，不是被杀死啊，因为因无信耶稣。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哦，包括罗德马丁，宗教改革人，伊就赞成杀死犹太人。啊。赞成希特勒杀死犹太人。所以今仔日犹太人杀死六百万，包括囡仔。以后山顶有一个大屠杀博物馆，遐图片啊拢有伫遐展览。总是因写一句话，历史上袂使袂记哩，总是会使下面。因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嘛，下面该定十字架人。吼、哦，啊犹太人今仔日你若教讲叫因做基督徒，爱基督教会信耶稣人，伊讲唔是。我唔是基督徒，我唔是基督教会，伊是甚物教会啊？好，恁了。犹太教。哈？犹太教。犹太教唔是啊？不是哦。犹太教是摩西啊。摩
旧教。安尼。嘿。犹太教无信耶稣是上帝教，信耶稣是先天阿定，先天一灵阿定。犹太人呐，信耶稣，因讲阮是信弥赛亚，耶稣基督是弥赛亚，阮的教会是弥赛亚的教会，阮是弥赛亚的信徒。今日欧洲人若要对传道人，因未接受，讲恁是太死犯，恁无遵守耶稣的教示，下面对着，总是因对台湾人安尼讲。台湾人若对传道人，因会接受，因会接受，好，这本册。啊，有这个大屠杀博物馆的图片，知影耶稣所讲的产物，哎，犹太人所救出来，拢有实现，总是有两张图片非常重要。是嘞，一张就是说、德国人希特勒杀死犹太人的官员，伊的囝今日做宣教士来台湾。啊，搁一个，犹太人大屠杀的时阵。还太死的囝，哈、啊！因老爸是何时都要太死，哎、啊，囝太无死。伊即马登记伊些是做弥赛亚的信徒，伊来台南，不是来台南，啊，伫超级教会，因为遐有一个大屠杀博物馆，哈、啊，来遐做见证。啊，拄拄这宣教师啊，甲这个啊，遐犹太人受害啊的子孙，伫超级教会是不是加下卡遐握手，搁受难？成做一个和平的记号，你是你家的对敌甲对敌会当成做和解，罪人甲上帝会当做和解，这本书有真好见证，吼、哦、啊，希望咱会当来看，吼、哦、啊，因为这本书我能赞助真济，那是五百就超过2000啊啦，彩色爱印四倍钱，你拢知影，四倍钱佫比彩色较俗，这是咧团队里啊，唔是做生意啊，上帝好我有人吃有人用，我就感谢啊。这本是咧团队里面做生意，所以去遐教会大家拢真爱买，哦，啊，赞助文字团队啦，哈、哦，这唔是咧买卖，哈、哦，这是文字团队，啊，咱若看的时阵，会当得到一啊真好的钱，哎，啊，信用的钱，啊，我讲，迄、那个台湾文化馆的馆长，像讲台二教授，伊今仔日，也要伊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对死过活，今仔日还佫活着，这是伊的见证，哈、哦，啊，伊也袂惊死你啦。好、哦，啊！伊做成功大学教授，既然是成功大学学生，要去美国留学，拢给伊送一本，已经送七本啦。哦。伊讲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因的建国精神就是信仰甲生活。因若无信仰，美国会成做无神教会。有上帝伫咧，咱看见美国是安怎做真强的国家，加美金会当成做世界的公用的银票。咱知美金顶个印一句话安怎讲？恁捌看无 ？In God we trust。哎，无唔对 ，In God we trust。阮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美金才有价值啊！代表有价值无？你摕去美国会当用未？摕去欧洲会当用未？使换啦。哎，换你买换美金啊？对吼。啊，你若美国，我别讲用代表换美金，无可能，爱到台湾换啦。好。啊，所以哈，因为美国是相信上帝国家，所以因才会当遐尼强，才做民主国家，予大家有人权、有自由。所以民权爱人权，这是上帝所赏赐的。吼、哦，伫杰斐逊纪念馆，美国里斯杰斐逊纪念馆，当地宣言的纪念馆，遐有写一句话真清楚：上帝创造人类，赏赐人有人权，追求幸福甲自由的生活。写得真清楚啦，啊，所以啊，这个教授讲，你若要去美国留学，爱读一本，爱捌耶稣基督教落去。你若去学科学，等下，啊，若无信用，科学对人类无利益。是安怎？啊，中国伫这美国大学设47间的孔子学院，今日美国政府拢甲关起来，外号底下搁教书，啊，作者。迄大使馆、甲领事馆的官员，拢往美国挂断，因为因伫遐做间谍啦，训练美国人做间谍。啊，所以咱知影，啊，最近美国啊总统大选，川普啥无调，哎，美国政府拢有公布咧，
总共买500万张的机票，选去啊，进入美国，嘿，拜登拢有准，拢有算，民主党拢有算，死人投票有算，狗仔投票有算。你甲想，美国是啊变做安尼？那是靠共产国家间谍用钱买手机呢。所以川普你甲想，吼、哦？讲美国若无建国精神哦，美国有一日会倒落去啊！那叫共产党干掉渗透会倒落，所以川普做总统的时候，47间的孔子先拢关起，法国嘛关27间嘞。伊嘛知影讲哦，美国关起，啊底下头伊嘛是干掉用钱去买收，哦，啊买收安怎？伊伫美国去啊设人民银行。啊，请这受因训练的人去人民银行底下做官员，啊，底下的贷款哦，美国政府民主党的官员，拢免钱免行啊，嘿，后迄贷款免钱免行的啊，迄就是爱做人干爹啦。咱台湾哦，我伫台湾有听到迄、那个啊国事新闻的时阵，哎，啊，伫这个国民党内底啊政治局。做官员的人讲，国民党在迫害台湾新国独立的国家的时阵，嘛有1000多名的牧师甲中执做国民党的间谍呢。嗯，我伫广播社做的是嘛有呢。嗯，我公布若要出版的时候，拢大声印一份去互看。哦，啊，这间谍都偌厉害呢？伊若感觉有问题，你要夹嘴，伊无随家己没收，去邮局。钱入了啊！要夹嘴才解不收嘞，何里个你还有票钱嘞？啊，所以后来拢直接由公报社参加教会啊，不用寄啊。哦，这是我伫公报社经营。啊，后来公报社有两个，吼、哦，一个是林鸿川，吼、哦，大家恁知影吼、哦？有啦，教阮讲教会。好、哦，安尼啊。龙华路教会。哦，啥个行业？伊关你敢知？啊，都讲伊是政治犯嘞。安怎政治犯？知影，知影。好、哦。嘿，我底下拢知影，哎，因为伊有插一个啊美丽岛的杂志社的工作啦，啊，所以因为阿哩，就政府掠去关啦。嗯。啊，搁一个吼，啊，叫做啊当崇明牧师，伊嘛做遐做编辑啦，吼，伊嘛有插到啦，啊，伊就关走啦。啊，因为这迄个高雄的新年教会有一个丢了，吼，伊是。嘿，国民党嘅主意，伊甲报出来啊，啊无嘛掠去关，啊所以公报社两个编辑，一个英文咧，一个中文咧，拢走，无人敢去遐做啦。迄阵我伫中央中，我伫中央中服务，电视服务处就叫我阁转去做半工，拢暗时去做，10点做到2点。啊对面吼、哦，国民党只要比较细一间厝，电话光光拢咧甲我监视呢。啊，唔呐，敢是呢？你知影高俊明牧师啥啦？对台北走去台南住，恁知影无？我有写一本高俊明传，恁知影看去无？迄印3000本，哎，到尾啊，总会阁印3600本。后来陈伟阁印3000本，吼、哦，恁若买会当去陈伟买。伊讲吼，伊伫台北，吼、哦、咧住的时，暗时甲牧师有咧讲话。隔早起，人就放好听，恁站面伫平常讲啥话？好，好，足厉害呢！啊，真爱会当安尼咧。咱知影即摆录音真挺厉害啊，迄鸟仔声嘛录起出来咧。吼、哦，伫超过50公尺以内，拢会当录啊真清楚咧。啊，所以咧讲话时，无论日时、暝时，拢咧甲录。伊去对咧活动参加活动做礼拜，拢咧甲录咧甲对，所以惊到要死，就赶走台南。那是安尼呢，吼、哦，因为国民党要比较做厉害，啊嘛不是要甲伊掠去关，啊为着新国独立的国家，吼、哦，啊要甲掠去关，有人甲报，伊就管啊一个美国的宣教士知影，随时半暝讲，当要甲伊掠，赶紧，半暝哦，甲载去台湾新来伊，啊台湾新来伊因为之前有发生彩偷，所以顾较真严，啊因去的时。我出门的时候，要不要对后边对去？对到新来伊，啊到大门哦，宣教士是，我对小路入去。啊，迄要不要入去要甲掠的时阵哦，伊就问讲，你要找啥人？
讲我要找朋友，你的朋友什么名？讲我听，结果讲不出来，怎甲看出来？讲恁这嘛，恁是贼，唔是阮这的朋友，恁是贼，我无入去。高博士是安尼，伫总会做做干事失踪，才一个月，全世界人拢知影，特别教会咧讲，到底恁国民党什么做什么代志？啊，郭俊明是啊无去，恁爱去找出来。啊，伫迄阵国民党在发表，吼、哦，你会使等啊，我无必该抓。总是后来有条视频的，才叫抓去关，吼、哦。诶，这是条这是毛叔做好好事啦，吼、哦。啊，总是郭毛叔嘛唔捌视频的什么人，不过知影伊是良心犯啦。啊，嘛唔敢好带伊啊，叫伊去带林文丁啊，张瑞厝，吼、哦。啊！林文鼎是做个大鼻炎哦，伊当时是台湾入住新台院院长，吼、哦。啊！伊带带遐呾吼，伊下骹拢带国民党的人咧，哎，带楼顶咧。啊！伊甲国诶、欸、林文鼎怎个讲？上危险的所在就是上安全啦。啊！所以咱台南市长迄阵啊是啥物原因啊？吼、哦！啊！去甲化妆，吼、哦！去甲新民伫化妆，啊！带伫楼顶。哎，出去拢讲伊是林文鼎的兵诶亲人，哎，国民党拢唔知影，总是到有一日，迄、那个市民的一个亲人要去找伊啊，啊，就暴露啦，哦，要去找了，因为楼脚拢有人来顾啊，讲你什么人，要找什么人，伊甲讲要找市民的啊，哦，啊，啊，就是讲这句啊，啊，郭某师到两关啊，讲你知会不报。啊！伊若去甲国民党报，会得到200万的奖金嘞。200万敢少？哦，向阵足济哦。啊，迄阵啊吼，我先来毕业，薪水吼一月是1500啦。哦。国民党啊，只要毕业一月是偌济，你知影无？用12000咧付伊啊。哎。用钱咧买修人心啦。讲顶落教育部司嘛有叫买伊咧。总是唔是大拢做歹代志啦，关心阿姨嘛有呢，有国民党要变啊，总是拢甲报好，刚刚报讲杀人来杀人来，讲啥话拢无报过来，啊外边杀人来杀人来，找黄忠义，伊嘛要甲黄忠义抓去关嘞，因为黄忠义吼，伊参加普世教联，吼，还普世教联的委员，啊国民党叫伊爱退出普世教联，公德长老教会退出普世教联，我是安怎，伊甲。黄忠义讲：“普世教人有共产分子的国家伫内底，你何洗脑？所以你爱退出。啊，迄阵黄忠义是伫新来教阮普世教人呢，诶，神学。啊，伊就甲阮讲啦，国民党强逼伊爱离开普世教人呢。伊甲国民党讲一句话，讲啊，然后国家无共产分子啊，有无？有。啊，那恁恁国民党会使参加未？”恁讲有共产国家的这個会员的组织，国际组织未使参加哩。恁阿讲有啊无啊？恁大声提，我对你提，好好，唔足会头脑啦，这厉害啊，足够怪。总是后来89年的时阵，啊，因为国民党啊要别啊，特别是咱长老教会，吼、哦，反共复国，吼、哦，上年教会牧师啦，啊，佮台湾佮新来的牧师也有啦，吼、哦，这五六点。5-6点啊，一5000亿，即我我的时代我拢知影，吼、哦。因讲宣告89年是一个反是清共的组织，清共活动啊。所以阮伫台南咧举行的时阵，吼、哦，拢袂使咧分传单哩，游行嘛袂使唱歌哩。啊，阮咧举行庆祝大会，警察拢去包围。啊，伫台北体育馆嘛是，吼、哦，外宾来的时，讲拢总有1500个警察。甲现场包围，迄体育馆啊！啊，外宾来台南要参加的时阵哦，旅馆拢改取消啦，讲袂使分团，所以临时来就爱带回忆回厝啦。后来啊，黄忠义、郭副总就离开台湾，吼、哦，啊去英国大，哦，啊新来伊只一间黄忠义图书馆，外宾菜这就了足大地，写三字，你三字啥物？你有听未？哎、欸，对对，唔甘愿，是啊，那唔甘愿，这较大哩啊。伊讲做日本人吼，唔甘愿讲做台湾人红看紧啦。伫台湾人红看，伫台湾人红看紧，伫日本人本身是足疼台湾人个哦。
总是伫台湾日本人看台湾人是奴隶啊。所以因去读册时无公平。林宗义，我唔知影恁知影无？知。吼、哦，林宗义伊嘛讲咧，伊不是等下阮台中央中央遐有一个林宗义的纪念馆。哦。吼、哦，伊讲吼，伊等下教册时，伊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个台湾的电学博士。等下教册教中学时，中央中央输这日本的老师的钱啊。啊，都无宿舍通住，日本的老师有宿舍通住，领全薪，伊领半薪咧。哦，朴叔确实是本科，那是爸爸啦，啊、林茂生啦，哎，林茂生对啦，哎，林宗义是囝啦，哎，对对，林宗义的囝，哦，啊，林宗义管不是甲有做伙哈，啊，不是当个大人，哎，啊，你家想安有公平哇？做大人真唔甘愿的，哦，林宗义嘛是，哦，讲啊，日本时代做大人，伊的小弟哈，啊，去日本当家毕业旅行。讲伫船顶吼，讲单话，叫日本教官听到，随时叫因小弟罚跪呢。啊，后来黄宗义吼，伊就等于穿迄日本帝国大学学生的服装，去遐甲回失礼，讲失礼啦，吼、哦，我是恁帝国大学的学生，啊，我小弟是台湾人，兄弟见面讲单话足平常啊，我若讲唔对，我该回失礼，伊伫教官面前甲跪。甲回失礼，然后才放伊囝，哎，伊小弟出来东京旅行。安尼有唔敢话无？台湾人袂使讲台湾话。国民党诶时阵，为着推行国语，日本话嘛是受禁止，日本车受禁止，日本物件受禁止。台湾人会使读表演圣经未？袂使，表演圣经全部收咧，创出无为时代。安尼敢有压迫台湾人？做台湾人袂使讲无语，会甘愿袂？甘愿。我伫国民党教阿公台湾话的时阵吼，爱罚钱呢，罚5角银，还佫挂一块牌啊，请说国语。哦，讲无语，上帝荷兰语言爱罚钱呢，会甘愿袂？甘愿。啊，所以当时吼，阮留言一句话啦，吼、哦，我袂使讲一句吼，啊，一句讲。诶、欸，起码只话类吼，啊，就一半一句，一半单位啦。起码歹啊，你捌听到？有哦。起码歹啊。啊，棒球比赛讲啥物啊？野球。唔是啊，棒球比赛用华语讲诶。棒赛。诶、欸，棒赛。啊，是单位哦。哦，做心情，拢用这个哦。诶、欸，做讲心情哈。啊，所以做大人真唔甘愿啦。哎，这是伊伫个啊，新阿姨啊，底下打啊，迄个啊，佫一项，黄宗辉伫战争的时阵，伫剑桥新阿姨留学，毕业了后，互英国教会封入做传教士，啊，传道士啦。啊，底下打日本人拢受赶出，战争的时是赶出，啊，那无受乖啦。啊，黄宗辉因为有台湾人的身份，虽然是讲日本籍，总是互请去。啊，即伦敦大学啊，亚非学院教日语甲台语啦。因为英国兵若要甲日本兵小台，啊要来台湾，爱知影日语甲台语啦。啊，所以伫遐做教授啦。啊，即真特别啦，吼、哦。啊，伊娶英国某，吼、哦。啊，总是英国某，国民党无好入籍啦。讲你伫英国娶无准成，爱伫台湾娶才有准成。哦，你家想，啊，因某吼，我读时那时啊，比较好啦，因为国民党讲你是小三啊，不是太太啦。嗯。哦，安尼甲接弊，啊，所以就去甲英国啊，较早有领事馆台北遐讲，吼、哦，讲足无公平。啊，英国领事馆甲因太太讲，你保持英国籍较好，因为英国特别甲中华民国断交。哦。啊，你若等于英国有英国籍，你就唔免去申请。啊，所以伊拢伫个英国啊，伫遐生活。啊，黄宗义吼，哦，伊伫新阿姨讲一句话，真出名。讲做一个中共那只有鸟啊，什么款的鸟啊？火鸟。火鸟。飞来飞去啊，一睏就飞到英国，啊，读册就去飞到台湾。
哦，阿你有唔甘愿无？唔甘愿，足唔甘愿啊！阿伊去国民党挂出台湾时阵吼，阿伊是做亚洲诶普世教人亚洲的总干事啦，新亚教育拢伊咧管，阿伊咧补助啦。伊讲若飞过台湾，袂当入来台湾吼，伫飞行机顶拢流目屎。我若落飞机，就比较掠去啊，啊，所以拢唔敢落飞机啊，所以足唔甘愿诶。到当时才倒来台湾啦。到蒋经国和美国政府压迫，讲你著爱解除台湾的戒严法，伫1988年的时才转来。啊，迄阵伊得癌症，过年就过身啊啦。爱甲李登辉讲，台湾爱成做一个新国独立的国家啦。李登辉甲伊讲，你会使讲，会使做，袂使讲啊。你若讲，国民党就要甲你掠去啊。这是伊甲黄宗羲讲的话啦。啊，有唔甘愿无？答案还袂使讲呢，无人权、无自由、无言论自由，所以总唔甘愿。所以现在，总去图书馆头前跌大石头，写个清楚，唔甘愿，这是对家来的哦。啊，这本是我真有甘愿出的，唔是甘。哦，啊，这有一人赞助，啊，所以望咱大家来分享哈。啊，这文学馆馆长，既然要去美国留学学生，伊拢会送一本，啊，阮学校。诶，校长苏金安，伊嘛买一本，看了也是搁买四本送伊四个囝。讲你若看这本册了，搁读先会足清楚，听牧师讲的嘛会加真清楚。吼、哦，啊，就今仔日阿牧师所讲的吼，啊，这本圣经内底拢有，吼、哦，你会当来看，吼、哦。啊，真侪问题，是圣经无解答，这本册嘛拢替人解答，因为我去啊，拢有敢问，像耶稣的家庭是无按家庭啊，毋是？敢是啊？耶稣老母叫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约瑟嘛是代表的子孙，代表的子孙圣母，伊的家庭是幸福家庭啊？毋是？毋是是啊？毋是？啊？多少人知啊？因为遐只是一个小康的家庭。干嘛呢？圣经讲耶稣有四个兄弟，两个姊妹。啊！这四个兄弟，两个姊妹，甲耶稣感情安怎？无好。是安怎无好？因为耶稣拢会去世界传道啊，所以你感觉耶稣是叛乱分子。哈哈哈！叛乱？叛乱分子啦！叛乱分子哦。圣经是无讲叛乱分子啦。哈哈哈！这本册有写。哦。你有写个真清楚。哦。因为耶稣基督。伊大汉的时候，去拿撒勒等于家己故乡传道哩，吼、哦！啊，伊读以赛亚书讲，上帝的神伫我的心上，互我讲道理，互善良人，互下家会讲话，拜卡会行路，死人会过我。今日恁所听见这话，已经应验伫恁中间。拿撒勒这个乡亲，甲伊做大汉的人，安怎回答？讥笑啊！啊！你讥笑啊！唔是啊！笑，笑啊！其实迄是伫白云讲，我白云，哎，伫加碧龙，哎，马萨咧，敢会出什么好物？不是啊，嘛不是啊，同款吼，知影。伊是讲伊剥夺上帝啦，哦，啊，所以要甲掠去山顶，甲淹落去啊，要死啦，哦，要处死刑啊，好惊啊，吼，啊，咱甲想，迄个会堂只有百几个人，啊，大概礼拜那有一半50个人，伊的兄弟姊妹嘛有去遐礼拜。有甲保护无？无。谁也无甲保护。唔敢。啊，平平大汉的耶稣生出死款，你煞唔知？哦，啊，所以讲伊是上帝囝，这兄弟姊妹嘛无承认的。哦，啊，伊讲帮助上帝，人讲帮助上帝，你甲扯落去，伊嘛无去啊保护呢。兄弟的感情拢无啦。过来吼，耶稣伫加百农传道哩，吼，啊，达拄啊，哈，张医师讲吼。伊病官贵，连食饭都无看食饭，所以人讲伊是起痟啊！啊，所以耶稣的兄弟带玛利亚、耶稣的老母去遐创啥物啊？做见证是无？唔是，叫伊登记啊！嘿，叫伊登记无唔对。讲你若要出名，去耶路撒冷出名，敢唔是安尼？嗯。啊，等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搬过节，耶路撒冷的时阵，拄着啥物代志？搬过节嘛，去耶路撒冷搬过节呢？这兄弟姊妹看见耶稣红心盘，因敢有出面？
好，耶稣用定时给刚出名。耶稣死的时阵，上加拜葬。这兄弟姊妹敢有？耶稣伫十字架顶是讲什么话？伊甲伊个学生约翰讲：看你的老母，甲玛利亚讲：看你的囝。这兄弟姊妹走你对个？咪个？咪个？耶稣到承认伊是伊个兄弟姊妹。耶稣讲：信我的人拢是耶稣兄弟姊妹呀。啊，对遮个人知影，写了这部感情，这本册有写，请恁来看哈、哦。我暂时无要讲，啊，恁若看无，甲甲我问，好、哦，好、哦。啊，搁一点，最后，哈、哦，报时若无看见耶稣，伊阿伯基督徒，是安怎？伊阿伯基督徒，报时伊是大数犹太人，有罗马公民权，伊台死人无罪呢，初代教会苏利安。伊个人用着哪个定制，伊伫遐咧顾，无做呢。总是耶稣被皇帝时期，若无毕业个准是袂当的，因为啥物？伊有罗马公民权，啊，佮伊有做兵，伊会当带兵，吼、哦，信徒走安提尔，伊要佮带兵去安提尔，伫遐当掠信徒倒来刑罚。伊若无看见国外主耶稣，国外回看，伊会信耶稣袂？袂啊！伊去遐骑马，耶稣出来让看，伊就对马顶摔落去，吼、哦！啊，耶稣伫遐出来让看，因为伊看见国外耶稣，应该耶稣目睭挡袂掉啊，就生袂对马顶摔落去。啊，耶稣伫遐呾对伊讲：“你啥事困着我？”报先生，你是啥物人啊？是哪我目睭无看见？我就是你所困着耶稣。耶稣甲伊讲：“你入去安提尔去找一个人叫巴拿巴，你若悔改信主，加说咧，伊要互你，啊，伊要甲你祈祷，互你个目睭好起来。真正安尼，伊个目睭就好起来。本来要掠基督徒等于刣，犹太人讲，今日反转来见证耶稣基督是国外主，所以犹太人咧甲刣，所以就赶紧走离安提尔，去到阿拉伯旷野，伫遐当领受。”后来就是讲，我有基督是得到你的，无看见耶稣就无法度相信。这本书你若看见，吼、哦，这见证这图片，你就会当较知影耶稣基督真正是上帝囝，吼、哦。啊，才有这些圣经无啥问题，啊，而且恁会当来看来知影吼、哦。啊，我们啊，咱每一个家庭拢有一本吼、哦，有问题你拢听我来教他们。我安尼简单甲大家介绍，啊，今日若无带钱来，恁先提车转去，啊，交律师，吼、哦，安尼就会使，律师再寄给我，吼、哦，好、哦，安尼甲大家报告，吼、哦，真多谢。好，多谢啊，杜律师吼，甲咱讲足多，甲归本耶稣伊个生平吼，来做一个真大个见证，啊，咱嘛有机会，若要再甲伊搁请伊带咱来去以色列吼。来，牧师，来，来，咱非常感谢咱的杜牧师啦吼，啊，听咧讲正经哦，听咧讲一句吼，无一句废话，没有一句废话，吼、哦，全部拢是正经的，而且佫是正经讲无对的，伊拢讲一遍去啊吼，因为吼、哦，若要将耶稣所做的代志吼，要甲写伫册里，就是全世界一切拢写袂了，吼、哦，啊咱杜牧师吼，吼、哦，写这本遮厚，啊，佫有图片哦，佫有文章，吼、哦，诶、伊较早讲诶几个迄、那个吼，我嘛即摆才第一遍听着呢，吼、哦，对伊真侪是真感谢，啊，我相信即本吼，会当帮助咱真侪啦，吼、哦，会当帮助咱真侪，啊，对伊，若假如咱今日无带钱来吼，对你摕甲客当来交张医师啦，吼、哦，交张医师，因为嘿，得交张医师吼，会较方便，吼、哦。啊，佫有啦。诶、欸，这总共讲开两箱啊，开两箱吼，一箱加六本册尔尔吼，总共十八本，卖去互因带回去啦吼，足重的了吼，所以大家人拢摕一本回去吼，啊钱则加起来交张医师，张医师则看安怎回报伊。啊，咱的教会啊，按照惯例，咱有一个感谢证吼，啊，加一个讲师的食咧，感谢，来感谢，感谢上帝，来，那是，来，咱的经验知识来。
哎，博士娘，博士娘，别坐回来去吧，博士娘。啊，哈哈，哎，张班长，哎呀，您透早来去向上了，哦，来，大伯孙娘，哈哈，客气啊，好，好，多谢，多谢，大伯孙，咱是真感谢吼，咱在这边拍波啊，给最多谢。啊，伯孙，咱做做了吼，咱来开迄个中心会。好，来。啊，我搁一句话吼，好来。啊，感谢咱向上教会吼，诶，迄个。好啊，有这机会，啊，搁红包吼，啊，我这本嘛要送咱兴隆教会，恁也无买，咱来。哦，来博士馆吼，用手啊，接下吼。好，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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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啊，不点字拢会当来照啦，吼。好，好，咱做下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啊！你通过杜牧师在这个所在啊，短短时间，总是有真详细，予阮会当。啊，得到真多，阮过去未捌听过，求主你的圣神啊，继续帮助，伫已经83岁，还阁有遮难气力来讲解上帝的真道，唔干那只呢，阁亲自为着圣经来做注解啊，用遮的相片，用遮的图文啊，做做遮的考古啊，会相关的物件记载伫这个内面，予阮对圣经的遮的。啊，读诶，咧共读正经诶字，会当做真细诶、真好诶辅助，帮助阮搁较了解啊，主基督啊出世啊，遮诶种种诶，遮诶上帝诶带领，求主你诶圣神，伫伊甲牧师娘以及因一家人中间来做工，互因继续勇敢诶前去，尽跑道诶道路，得到主你诶感恩，也将之啊，就是阮每一个人长期路上。主龙公将，阮每一个大大细细也得到主你的保守，啊，阮拢会当啊得到主你的同在，会当欢喜快乐啊过新年。愿安尼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多谢。